直播岗位的话，你要慢慢偷偷的请请三倍再给你。今天发皮也好大条，眼睛亮亮的，好肥哦，每一条都是肥肥的。货全部都到了，这里都是一大早做好速冻的，这个是昨天到的，装好冻硬的。这个是小的剥皮啊，小是小，一样非常新鲜的。这两袋是黄豆、黑豆、赤小豆啊，今天到了一点不多。这几天快递都特别多，先发走一些麻叶，现在开始装麻叶了，刚烫出来的。很干爽的，没有水的哈，全都是干爽的，也不会粘的，不会粘。你们收到放冰箱速冻，然后直接洗一洗就可以炒的，就都差不多的。这个不用解冻的，水开然后直接放下去，风小一点，太大了。用筷子，这个一边煮一边这样搅拌，它等一下就散出来了。糖是根据你们自己去加的哈，加白糖、红糖，或者你们要加牛奶也可以的。很快就散出来了。这个有一些人喜欢喝凉的，就冰一下更好吃。加点糖。可以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。你们帮我一下。你自己夹。这个放凉了来吃更好吃，我觉得很有嚼劲的那一种，也可以这样煮好放凉，再加牛奶进去。绿豆煮的时间要长一点，不然它有一点点硬。加点白砂糖还真的好吃，夏天就这样吃，冰一下。哎，现在应该有凉了。开始再分这些豆，这个黄豆，这一袋赤小豆。这一包也是赤小豆，全都是本地哈，不打农药，人家自己种的。这包是黄豆，这里一家人一包的，全都是人家自己晒的。还有黑豆，黑豆那一袋没有装。这是黑豆，也是很亮的，一包两斤的。这个打豆浆，小小孩都可以喝的，比较安全放心的。刚队到货，现在装好要发货了，这个等很久了，全都是又干又大的。大箱羊肉菌到了，很亮，又大个，不过它大小都有，不是说每一个都有这么大的。这个看一下，很大个，特别香的。全都是今年的这个新货哈，新货来的。这样半斤一袋哈、啊，不会也不会碎的。现在全部装好就要发走。